这张椅子上有点热闹啊，以物易物，貌而易之，有点太平盛世的景色。哎，是是是。哎呀，老季啊，三爷今儿可是见着点光亮景色啊！是是是，好景色，好景色。红肚兜了，多漂亮，红肚兜啊！爷，你看看。哎，这挺好看。这多少钱？100钱。贵了点儿，那您给多少？50文。卖了。要不40文？哎，您这位也怎么这样啊？说来价钱要变，一个女人穿的红肚兜的，10分钱你也计较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嚷，我50文，我买了啊。来，行，拿走吧。好。你掏的包袱了？谁掏的包袱了？没我看见你掏的包袱了。你掏的包袱？你说说说。一问他，我都没弄硬了吗？没掏。哎，我看你掏他。我不是，你怎么光天化日之下你怕他干什么？光天化日啊！你这是小偷！我让他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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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纪晓岚，我问你一句话。哎呀，您不问我，我还要问您呢。你先问。您说，现在还有光亮之色吗？光亮之色，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？这是我大清朝吗？啊，小偷这么猖狂，被偷的这么窝囊，啊，恶行不除，国将不国，我朕还当他们什么皇帝啊？您说的好，当除恶务尽，杀尽天下一切小偷。